唉，要供股梗系要跌啦，但分分钟大庄家还是有吧，将啲小股东咧，冚唥跌晒出局，要低价买翻，等你哋血本无归。 做咩做咩做咩？美利都大跌啦，冇啲油噶。喂喂，美利点解大跌啊？系个庄家攞钱都冇人有。点样点解？放晒佢啦，放晒。喂，唔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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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等，等我放个盘先，等我放个盘先。快啲快啲快啲！阿哥放个盘先啊，等我放个盘先。喂，陈生，美利高过三千冇人啊，估唔到啊，佢先啊，佢点解点解美利都咁样？大佬啊，而家蚀跌紧啊，死人谂乜都冇搞我啊，你揸手美利高啫。 唔使死啊嘛，唉，蚀晒佢都冇所谓，但我交咗学费，我哋学到嘢先得噶。因为而家供股，你供唔供啊？冇钱啊！唉，咁咪唔理你啦。供又死蚀，唔供又死，你自己揸住啦。咁咪即系使执咗个头。唉，要供股梗系要跌啦，但分分钟大庄家还是有吧。将啲小股东咧冚唥跌晒出局，要低价买翻，等你哋血本无归。仲有个贱噶，就股票未宣布派息之前咧，放啲流料出嚟。 话派红股、派高息，等个个用高价抢佢都股票，又系佢抵唔抵死啊？哇，好毒啊呢招！大庄家想赚钱系咁噶啦，大佬。系啊系啊，赚钱啊！学嗰样学嗰样。喂，大佬啊，你揸手啫，你唔系CS啊嘛？喂喂喂喂，系啊！陈生，你哋咁样将美利都私有化，岂不是将啲小股东多年嚟嘅投资付诸流水？ 请问陈生，你点样同啲小股东交代咧？投资股票暂时就冇一定保障嘅，只要每一间上市公司嘅经营同埋政策冇抵触交易条例咧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尊重上市公司嘅决定。喂，边个嘢？拍手，拍晒我哋嘅热情，借上睇我。 美利都啊，琴晚点系成错药啊？你一死到咁嘅，都唔知你大脑手指有冇个屎啊？嗯，阿志讲得啱啊，美利都咁跌法，梗系有啲唔妥，揸你股票嘅一定要放晒佢啊！放啦放啦，我冇玩屎干净嘛。系我都放啦，系。喂，阿波，放唔放？喂，我哋照顾啊，照顾啊！阿叔啊，即系帮我放晒两手你美利都佢啊！搞错啊，头先咁大，叫你放你唔放？ 一啲都咁残，你话放？你冇咁多口水啦，即系帮我放啦，跌到一蚊就揸都冇噶啦。你真系麻烦嘅，以前我收你餐会用，梗要收租咁多。喂，赵伟，阿叔我咁衰啦，收衫我咪算咯，唔少气啊个人啦，唔睬你啦以后。咩啦？好啦，开始头，我掟翻转头，查翻高佢。 输唔起咪唔好玩咯！我输咗当交学费，但我今次输得唔顺啊嘛，俾佢当傻仔，死佢啦！